请问这件要配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请问这件我里面要怎么穿？里面就只贴胸贴而已吗？聊天室，不要闹，好棒！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菜。当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在一个厨房里面录这支影片？那其实呢，在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企划，就是说呢，我的经纪人还有我的助理去询问了菜哥跟阿姐，其实喜欢自己的女朋友穿怎样的衣服，或者是喜欢看别人女朋友穿怎样的衣服。所以呢，我的助理跟我的经纪人他们就在淘宝上选了一些衣服要给我跟某某穿。然后在选定之前，他们就跟我说，你要注意一点，你可能要清除一下你的比基尼线。还有能露的地方，我想说天哪，他们是不是想要谋杀我？然后在明天要拍这支影片之前，现在呢是晚上时间，我现在来做个弊，然后我也没有跟某某讲。大家看我的身材，应该也觉得我其实已经算是蛮瘦了，像之前运动90天之后，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在喝的这个天泉草本的千唱千饮，然后它有两个口味，噔噔，这样看得到吗？其实他来的时候，我的助理就先给他两大盒先试喝，然后重点是他吃完竟然两个礼拜跟我说他瘦了3公斤，我说哈，怎么可能？所以我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来试试看。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很多这种产品他们用的是草本泻药，但这个不一样。天泉草本他们主打是乳酸菌、纤维质跟维生素，那大家其实可以在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先注意一下。然后在用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就是要使用冷水，因为它是乳酸菌哦，所以乳酸菌泡热水会死掉。好，那现在呢，我准备了2杯水在这边，这一杯是完全就是白开水，然后这个呢是上面有油，你没有看到吗？再倒一点下去。好，那现在呢，我要把这个天泉草本的千唱千饮，你们看哦，然后把它撒进去。OK， 搅和一下，它会把整个油包起来哦。那个油它把它包起来之后，就变成下面的这个沉淀物了，哎，很厉害。你们可以自己拿这些产品来做一下实验，你们就知道了，有没有？啊，这样明天穿那个厉害的衣服哦，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好啦，那为了明天可以穿漂亮的衣服，我们就先把这杯给干了。嗯，它就有点稍微这种柑橘的味道，然后甜甜的，不像有些你喝起来会感觉有点想要反胃之类，就很像你喝一般的水，然后有一点点甜度这样子。这作弊应该是可以成功吧 ？Let's go！ 我想要拿包裹，好紧张哦，不知道包裹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好，我其实，在等某某的同时呢，我已经有点小等不及了。然后我刚刚就稍微撕开一点，我看到这个颜色，我的天哪，有谁会喜欢这颜色啊？那我要开喽，好，好慢一点。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哎，不是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不过这个有如我阿嬷会穿的耶。这个我先放旁边。然后这又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这样子真的是没问题的吗？早这应该看起来是短裤哎。等一下，你想怎样啊？请问这件要配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请问这件我里面要怎么穿？里面就只贴胸贴而已吗？啊，想到我的心很累，怎么办？没关系，我昨天有偷喝了天泉草本的仙唱仙饮，这个小腹应该是可以再小一点吧。现在我们手边就是我刚打开的衣服里面有这个，我真的很想看原本的人穿起来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是要开什么？就是电子花车吗？那在这么多东西里面，只有一个裤子是长这样子的，这件还算正常，但是这个也太过于正常啊！谁到底要穿这个啊？我现在我。噔噔，哎嗨，你现在要进来了吗？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主题要改变哎，因为我刚拿到衣服，我整个崩溃，我觉得实体不符，是像舞龙舞狮那么丑吗？我觉得舞龙舞狮很好看。Oh my god， 我可以进来了吗？好啊，等一下，这边全部都是要拍的。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改变路线，因为毕竟我现在非常的崩溃，我真的觉得团队在整我哎。对，我刚才跟你讲的，我们是不是？我们主题本来是男友喜欢看自己女友穿什么，然后自己的男友喜欢看别人的女友穿什么。OK， 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不觉得
所以我们今天只好改变路线，我们只好跟实体比较，原来在网络上买的衣服实体差别跟他照片上的差别在哪里，我现在极度崩溃。但你有很常网购吗？因为我就是听说送来的东西都差别很大，我听不下去。说不定长相女神什么衣服都可以驾驭啊。不是啊，我觉得我现在穿的东西拍我全身，你拍我全身，你不觉得我穿这样子就已经很像男友喜欢看的了吗？可爱吗？算了，我现在超崩溃啦。第一件阿嬷类型的，穿起来觉得很有气质，但是要不是我的身材好，你们觉得可以穿得出这种气质吗？就算穿在我身上，我也觉得很像阿嬷。我们俩挂着窗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的浪有气。这是我们秋冬最新款式，走一个韩风酒店的风格，然后穿起来会看似甜美，不知道跟照片上实体有没有一样呢？左边的原始版觉得差别如何？哦，这样有了，哎，有腰身差很多，哎，这要不是我情恋，你觉得？维持。哎，啊，你还没拍完，我会偷垃圾哎。蛮适合的这个。好，这个是我们所在网络上订的衣服哦。不过呢，那这个颜色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啊！原来它重点是背面啊，但是可能款式完全的不一样哎。不过大家应该喜欢女友穿这类的衣服吧？但别人的女友呢，谁要看啊？这件到底是什么？之前跟我说这件，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买？其实我觉得你穿起来还蛮好看的。有吗？这件真的只有你可以驾驭啊，你、okay 啊、都可以穿。Okay, 所以我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欸，你们好吗？你们好吗？我就一直这样吗？对，还不错。这件到底是什么？对。这件衣服它原本不是长这样子啊，但是为什么不知道一来是变这样子？但是穿我身上好像也。嗯，还不错啦。各位观众，这件裤子到底要怎么穿？这个是前面，这个是后面两片。嗨嗨，这件真真实实的夜店风，还好我自己聪明夹了一下。请问这个东西两片翻开的话，是不是非常没有气质？观众会很开心。翻一下，翻一下，然后。前面长这个样子，真的蛮好看的啊！你觉得蛮好看的？你穿起来啦！你靠近一点，真的吗？对，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啊！终于拍完所有的衣服了，大家有什么感觉？留言给我们。我觉得看到衣服的时候其实蛮崩溃的，然后我发现网拍 model。我真的这一集发现网拍 model 真的好难做、哦，而且他们是每一件衣服穿的大家都很想买。都可以加，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啊，我可以吗？你刚刚真的穿来每一件我都觉得很 OK， 你看我有吗？这一件我刚光看我就觉得我驾驭不起来。这一件我觉得你穿起来是有气质的，真的吗？就是气质。其实我在录之前我已经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跟我助理，把他们皮爆炸，我大爆炸一番。但你现在穿完之后，我们觉得呼呼老娘每一件都可以。你真的觉得我刚每一件都可以吗？还不错啊。对啊，我也觉得 OK。有胸就是啊，我只能讲一句话了，你可能要够自信，再来就是你身材要够好的话，基本上应该驾驭起。可是你也很瘦哎，可是你穿这件有点像彩虹领，彩虹领。好啦，反正重点是，其实我昨晚做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小秘密，因为我偷偷喝了一些东西。OK， 有好看的姐妹是这样当的吗？你喜欢、其实我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影片，因为这个影片实在让我太崩溃。我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反正就是这样，大家拜拜。他们想要订阅我们的频道，随便。他今天已经崩溃了。好了，喜欢我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拜拜。
你为什么看到这些衣服你还可以这么活泼？因为我原本真的以为会有一些你知道像舞龙舞狮那些会有很怂亮片跟鱼鳞片之类的衣服。我真的觉得我很想哭。我看到那些衣服，我想到那些衣服，我就觉得天啊，完蛋！我等一下一定很丑。我刚看到这一件，我就知道这件衣就是阿嬷的衣服啊。那我回家带给我阿嬷好了。阿嬷，你这上面可能要修剪一下，可能要变这样。你不晓得谁的阿嬷是还在拍吗？不录了啦！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那我也要睡啦。好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看我穿得很靓丽？在默默来之前，其实我有两位空服朋友，一个前空服啦，顺便来找我，然后他们就问我昨天喝了什么，我就跟他们讲那个天泉草本的千唱千饮，不是是鲜啊，鲜唱鲜饮，纤维的鲜。你这个美国人有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字念鲜哦，我下次要做个就中文大考验，我应该会 fail 吧？好啦，鲜唱鲜饮，我记得这个字叫做鲜了，各位学会了吗？还是你们其实本来就知道？